首先教大家一招怎么抓假 CT 大佬，开局人群丢个诱饵弹，假 CT 就会被吸走。看一看，哈哈哈。Nice。本期视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证明一下，很多老弟说假 CT 不能刀真 CT， 呵呵。今天我必须刀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哎，我这是变了一个什么呀？这么大的石碑，要不咱们搞个对称吧？感觉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啊，这个色系就感觉不对啊，放在这里守门也不行啊，太新了。我去，这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呀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毫无违和感？我们现在化身成了一个遗迹。有人过来了。 No 不要打我。别，看来我们站在这里就对了。给大家拉个远景看看，怎么样，是不是浑然一体，毫无违和感？这局我们肯定稳了，我们就当一个合格的旁观者吧。一位老弟变成了一棵大树，被消灭了。这边，愚蠢的一幕被我们捕捉到了，离那么近打击简直就是找死。还有最后30秒了，我就怕最后他们狂暴的时候会扫射我呀。不要再有人过来了，就让我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赢吧。哦，这个人很危险呀，最后15秒他过来了，会扫射我的。我们来看看戏。那你这哎，真的最后15秒把我干掉了，有点惨。这局我们又变成了雕像，怎么就没有机会成为假 CT 呢？我们还是在这里吧，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，运气好最后15秒没人的话肯定可以赢的。灭火器，你在这里不合适吧兄弟。哎呦，他藏起来了，这里真的有很多可以藏的好地方呀，就让我们静静的等待吧。灭火器被发现了，原来刚才那个大木箱子也是假的。灭火器正在溜 CT， 祝你成功。我觉得这个 CT 应该是假的，他走路卡卡的，看来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不会引起怀疑啊。我们周围所有东西都被清理了，现在只剩我们了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了，还剩25秒，千万不要再有人过来了。最后20秒了，不会吧，最后又要搞我。别过来，哎，赢了，没有人过来。最后5秒钟了，终于赢一次了，太不容易了，现在的老弟都很会玩。终于，兄弟们，终于，我们终于有机会变成 CT 了。这一局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一定要刀掉一个真 CT。不过我们要先闯过第一关，躲掉 CT 们的第一波怀疑，这往往是最难的。以我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去 CT 的出生点，但是这也是有风险的，就像视频开头一样，被人丢了诱饵弹就麻烦了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躲在 A 点和 B 点的中间位置，如果有房间就更好了。我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，在中间先逛一下，这里能不能进去？好像进不去啊，我们还是先逛一下吧，看到人就跑。只要不正面相撞就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，这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我们还是出去找一找吧。诶，看到一个，好像没有怀疑我，就他了。刀真 CT 只能在背后。哇，成功了，我和一只鸡成功干掉了一个真 CT。 怎么样，没有骗你们吧，我居然兄从不说谎的。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刀掉最后一个 CT， 先找找他在哪儿。哎，找到了，好机会，别动，我刀，哎，怎么没死啊？再来，我怎么没法刀呢？没反应 ，what？ 这是怎么回事？尝试背刺，但是失败了，受到80点伤害。原来如此，很遗憾没有刀到最后一个，但是我们还是成功刀掉了一个。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一定要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